头发啊。有。换。啊、哦，你有在用？对呀、啊。你说没有了。不是，方向不是往你这边吹。所以预报说中午才会开始大晴，结果上午就开始了。对啊。你看一个爱心哎。嘿。是这个机器啊，凹进去。惨叫一声。右边一直听。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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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知道什么声音。现在呢？你刚好听到。你连吃什么的都忘了。我要看看我的病情上，再来做龙胆。好，我觉得车站应该都要能 support。万箭齐。花不掉很烦哎。万箭齐发。我觉得。就是所有的商家纷纷支援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像我之前在富良也用也是，你再怎么讲那种。土产店一定嘛，我们有的土产店没用，只是因为不到1000块还是怎样就不用了。但是看感觉就是全都有 support 的样，那我们。哎，就是那个地方，这个人跳下来。它也是都是刮轨道的，而且它几乎不是什么大 S， 它那个它就那个速度一直这样滑的，都超很快，就是趋近于直直下这样。我觉得我这一次在苗场这里几乎都没用到钢边滑行，为什么不用？我就在回想啊，
我是在那个像这种很缓的坡道上先坐钢边滑行，习惯了那种重心感之后，越陡的地方才开始坐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开始实验。就从这里开始，好，双手叉腰，举两次弓。那中间有换班一下。对啊。你要等一阵阵吗？还是？又一个跳的。如果你担心的话，你再等个一下子吧，他还是会在那里。那我来。你是说我有害到你吗？不是啦，我看到你在那边撸来撸去，我想我都不走，你还在滑来滑去，看上不来了吗？对啊，我没料到啊，我很认真的用钢鞭在滑，一开始有点是摩擦，后来就真的用钢鞭了。唉，没料到这件事，哎呀，失算失算。还翘上来，拍谁拍谁？我觉得应该是我没有直冲，你就不会跟着直冲。我已经很直了。是啊、喔。我的动力反而比较差。哦，那就是我陪你走一段。动力冲过去，前面有个右转路啊，没有吗？有啊，用右转路就好了，右转之后才要冲啊。
这里最粗，要差一点吗？整个在家里的时候，每天。那就问你要不要差一点？嗯啊。有人坐回来了。应该是只有在滑雪的人才能坐了吧？是吗？为什么？你是怎么到这个点？对啊，我说冬季的时候，还是他会用 Autobike 载你过来。我也在想说你在挪什么，就觉得卡住我啊，我想我的包包为什么会这样卡住我啊，这里就很多雪毛菇啊，还没有不够远，有啊，这里有很多，很像，真的就差了一点。哦，这边比较还在啊，哎，这个刮痕就比较大。我说我们在坐在哪里？比较新吗？啊，这里信号不好。你这里有加好地图吗？有啊，而且这次应该不大需要地图，我不大想去和田峡谷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滑一滑绿线，这样就好了。就是也不用去太远。对啊，绿线滑一滑，这样随随便便。滑啊、
绿线我也可以认真练技术，我觉得也是 OK。现在81%，还 OK。还是说，其实我不用给他弄那个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之前 iPhone 应该只是冷到，我就说是啊。所以我这次就不用弄那个做实验。弄哪个？不用弄飞航做实验。对啊，它飞航才会在那边。刚刚那里雪还很多，这里就比较少了。这个叶子也撑不住吧？刚刚有叶子吗？有啊，刚刚是那种松吧。哦。那种绿的，然后整撮的。所以是插在这里。这个都太细枝，撑不住了，就算积了就掉了。像那个绿的就比较细。那个好大一坨，那是别种树吗？撑不太住。而且我在智慧高原看到的兔子不是全白毛的。嗯，你有看到石头缝影片吗？追兔子的？我还没有去看呢、欸。白兔，要换、嗯。纯粹的血迹，保护色要换毛。这个有这个、啊。嗯，有叶子的差别。是吧？针叶我都觉得很像这么讲。哎，不是远远山头就到了吧？没有，要翻过两个山头。哦。要凹。凹凸两次、啊、所以这是第一个凹啊。他知道了。那你断掉了，刚好两个雪场之外，你就无法去可以吗？还是我们去故意滑一个我们没有滑过的地方，就是啊，我们龙卵座是到这，对不对？它的对面有一个往我们这边斜斜过来的一条路，我们从来没有滑过，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。啊，不要回不来就好了。是回得来了。这那个滑回来的路，同时是绿线、红线跟黑线嘞，怎么会这样？
到你该不会就是到了什么吧？是啊，那是左边，不是。寻找藏币的路。说这个，我快点恶心了，我在起鸡皮疙瘩。什么痕迹哟？哦，血块吗？好像一条条。这个血块是一条一条掉下去的，然后掉下去的时候方向会不一致，所以就是昨天缆车没开的那些掉下去的痕迹吧。是血条条掉下去的痕迹。砰！你看到一个了，这是圆形的。现在是第二个凹，第一个凹没有水，第二个凹有水，所以其实我说两个凹，搞不好有第三个凹，会有吗？整个湖都，那个湖是我们要待会会看到的湖吗？没有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等一下还有更翻过山还有，是不是同一个湖？我不知道。就又有风了，一颗，哪一颗？血，太小。你看，你不觉得那些树很规整吗？好像也那些。对啊，觉得是人种的。你要拍一张吗？你要拍吗？我昨天好像有拍啊。前天呢、啊？嗯。又有线了，糟糕！拍完再说要拍了，好吵。这线卡在那边，超吵。嗯。灰尘就没有了，灰尘车是在那边。哦。只是我又会坐左边。哦，那个你换啊。现在还好，没线。看不太清楚。嗯。看柱子。嗯，第三个凹。这个也很凹，这样看也很恐怖。哦，第三个啊，红色是那个啊，柱子的顶端涂成红色。还是说只是电塔？那是电塔，对。对，我远远看不知道它是什么、啊，只知道红红的。感觉它是在地面上的东西。
现在看，就是那个山头的什么这样。嗯，看错了，太远了，这都回头了。我们大概几点回头？现在十二点了。两点半坐上来的话，差不多三点就会回到六号。这样，那三点整，三点五十分在那里等车。他说十分钟前到哦。他讲是这样讲。在六号。对啊。我已经先偷拿了一些纸，想说万一我们去的厕所尴尬，不好意思拿。哦，因为那个厕所是要推门的，而且一走出来，外面一堆人盯着你看。很远。前面其实算还有一个凹。还有。不知道是不是。说最长到十公里的话，不知道几公里的话，五公里。那这条线来回组起来就是十公里长的线，在那里旋转。一样哎，换租什么？因为我们这次是从札幌出发，然后在机场换车。对，那但是机场的话又是另外一个区块，那里有两大区块的租车区段。然后我上礼拜就查了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奇怪，那个叫做 Toyota Rins 还是什么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好，查一下它，因为我想知道那个还车的地方在哪。结果他一查地图，跳出来的是 Nico Nico Rental Car。啊，那是烂的那家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吓了一跳。我后来发现他办公室就在隔壁，然后就有点狐疑这样。但是他的评价就没有很不是烂的，那我就吓一跳。为什么不住大学？啊？你在札幌租是什么名字？就是 Toyota Rins Rental 啊什么的、啊。这是真的吗？它不是 Toyota Rental Car 吗？它不叫 Toyota Rental Car。那不是平常那个 Toyota。你这样讲，但是它的名称就叫 Toyota。那我觉得很担心。但是以那个价钱，我觉得还有方案，我看了看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就是会不会开到七八万的烂车？你这样问我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之前你碰还是你上业？而且在 Sapporo 拿的地方是。什么 ANA Hotel， 就是我们在火车站接近东口有一个那边下面。觉得应该 OK 吧。我之所以之前研究也是在看说，我能不能趁机切换个什么，结果没有。现在的价钱好像都没有之前那么便宜。哎，忘了
总之我对这个帽子用勾的非常满意，扣的就是怕坏掉，然后就是很方便啊，要用我们这种后开式的也 OK， 然后要勾破了线勾在那里也 OK。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它的那个模具前面有一条线，所以我勾破没办法贴在中间。所以我们一个贴左边，一个贴右边。实际上录起来好像是有点歪，但是朝正前方看不出来。至少五个凹。打了。打了。太阳。突然太阳不见了。会冷吗？好，一小时。基础复原班。我决定叉着腰滑了，还是横拿棒棒滑？绿线不练基本功，要练什么呢？嗯，一下去还要坐一个缆车哦。四人高速，好，我有圈。可以，现在做。他就是要让你不得随便弄啊，不然你在外面飙车也算。这里为什么左边这条路都我们都没有走过呢？细细的吗？对啊。细细的吗？对啊。我昨天前天有看到有人滑下来。
过，我们就从来没滑过。嗯。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过去。脖子好痛哦。没。每天一个地方，第一天脚痛，第二天头晕想吐，第三天脖子痛。嗯。抱怨枕头。这个太矮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很不舒服哎。然后我一记得这个缆车就是，你看进来又往下又往上。就是不是很高的感觉。你说他们来的路我们没滑过。对啊，这条路是从哪边来的？拿出你的地图。我刚说我要看什么啊？刚好像我说我在车上看到。嗯。你问我什么，然后我就说哦，我知道了。那我现在不想拿。嗯。老师说，回程的时候叫我查。那个月后汤怎么写？哦，是。这里好像比较冷一点，大腿那边。嗯。我脖子很痛哦，就转右边很吃力。你还刚叫我看，我就觉得脖子很痛。不想转头。对。左边还好，右边就痛痛。是我说，我要回去洗完澡，然后再来抹婴儿油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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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切切。我刮不到的地方，你要帮我。嗯。要煮热水来喝。哇塞，我喝水还煮，你要不要帮我帮你刮？不用，我不用。这么热情，要帮你煮，不会给我没电吧？很高兴的，没电了。悬挂着的时候感觉比较强烈。左边有看到任何车子吗？没有啊，就很怀疑。但是这里确实是有一条路，没错。只是这个坡度你不觉得我们横着拉好像拉得很远吗？嗯。这个坡度够滑那么远吗？这是我的问题。从这里往左切，我们之前好像就是他也是讲多少公多少往左边走啊，但是我们走着走着就会滑到这个缆车的右边去。我看我们一定是跟着路牌走的啊。有啊，他说多少公多少走左边啊，哪里有写这个啊 ，V1，C 什么苗场 ？V1， 然后什么苗场，多拉宫多啦，所以我们应该也是乖乖的滑这边，没错嘛，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好吧，就滑右边这边吧。还滑右边这边呢？绿线啊。这条好平哦。绿线啊。这附近全都是绿线啊。这个是 Romance Car。啊，那不要滑右边，滑前面那边。前面的缆车比较快，先直直滑过去。
这样讲有道理。去滑那个吧。有吧？比我快。嗷嗷嗷嗷嗷嗷！前面很那个的啊，哎呀，这里路好远啊。哎呀。
蓝很绿啊，现在。一边热一边冷，好，保持速度冲进去，有一个靠进去，有啊，我觉得这是个餐厅吧，冲啊！对着太阳，晒暖暖。阿北那么喜欢喝鱼吧？嗯。我说阿北是那么喜欢喝鱼。后面人多吧？嗯。还好啊，刚还进来，大家都在看你，然后我排队。嗯。这条路是雪车路吧？它只铲到那。哦。这是铲给工作人员用的吧？干嘛用？检查爬上去搞什么的话。刚好坐在那个下。滴水对这边。我又不好意思靠它。嗯，怎么办？你看到地上。滴水好的，之后的还会滴油呢。
所以这是刚来的路。嗯，有够平的，受不了。去去去去，这里有人偷刷。现在还，我是觉得需要你帮我打蜡。我觉得现在卖应该差不多。你说这么太旧？基本上雪板啊，它要是弹性全都失去了以后，就应该算是就不该再用。那我是知道这件事的了。然后我们的弹性大概还剩一半一半。那等到我们那个扣起来的时候，完全一直线，中间连束带不用绑，它就是一直线的时候，那就糟糕了。那时候可能连二手店都不收了。又有一个人进去了，不动。你看这中间，你都有看到那一道线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道拦车线，这里有一道，这里有一道，对啊。今日主题就是这里的绿线，练练练。坐这台缆车还在等，这就是啊，我每次都要讲一次啊，就是那个啊，雪雨交车降的那个坡、啊，下缆车的地方。跳跳跳跳跳！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了。被取代的他就不开，很惨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那个站着的人，他踩的是板子吗？这都谁啊？没事，我在看路边的人。莫斯科西。那个要符合规则啊。
理论上我不知道走哪一条线，左岔跟右岔我不知道走哪条路，他说直走就好了。好啊，那就滑左边这边，直直的左边。应该是很放心的一条线吧。对呀。对呀，好，先滑一次，等一下再来练习。觉得是没擦好吗？要重擦一次吗？我看是有那个人压着吧。
我的 iPhone 放在裤子的口袋，所以不好拿。不是，我是说用 iPhone 检查他现在在干嘛的话。暗的地方吗？你转过来，我看看能不能看到他正在冲。有，他正在冲。那我压住好了。还是只要把它拉回来。啊？我就压着了。你这样晒比较舒服。好像还是坐在看，还是在选的地方。你应该坐最右边啊。最右边吗？对啊。但是现在过得去吗？你要我放开再过去吗？我放开了。自己用手往下。嗯。我被滴了，你也被滴？滴在雪镜上，滴了一滴水，它流下去了。不知道又在广播什么。那等下回去不就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会经过你的山阳路？应该这之前吧。还会经过吗？我就在想这件事啊，好像山阳路是在那边吧，那边一路切过来的，对吧？就变山阳。那往后坐下岛，然后还可以继续上去。真的是很有重心，很有力。这里有一个陷阱，那个人也卡太大力了吧？要做什么动作才可以卡铲出一个坑？滴水，滴水。车，你看前面车都没有。嗯，一二三。压，我没压的话，它就会松起来。
松开了。很冷吗？我跟着你啊。不是往前滑，一模一样啊，就一直滑这条路啊。很无聊吗？还是你要走去别的地方？怎样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，对哈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只想练功？不是啊，啊，也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啊。因为这里的，就算虽然说是过来的，但是过来的人，你要去那边看看的话，也是一直。联络道连过去啊，联络道很无聊。对啊，联络道也一样无聊啊。嗯，为什么？嗯，他就是充电模样。你往那边看，我看一下。他说 low battery， 然后一副不知道有没有要录的样子。我看你再往那边看，我把叉叉按掉，他有在录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想停下来。太冷了。没有，就 low battery。那这样充应该还好。有啊有啊，他有在充的，不用担心。啊，这个安心的路，你就练习一下好了。就是安心，所以可以练啊。然后还有一张。嗯。比较高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你滑前面啊？嗯。哎呀，哈，就这样了，不走了。因为再走的话更无聊啊。对啊。好，基本上对的重心，你就抬着一只脚滑吧。这样，跟我差不多的速度，一起这样一只脚滑。重心要对啊，然后停下来是太这样子的关系，因为你现在刹车已经很精准了，你的你是转到这，我是转到这，要维持着一点速度。对。这样重心就是对的了，而且不用抬太高，只要能证明你那一只脚没有在用就对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？还没准备。嗯，没关系啊，随时都可以停下来。我们刹得很灵活了。对啊。然后那个重心对的状况之下，你就可以试着速度再加更快，对啊。
然后因为我之前教你歪头，但是你会很特意，但是实际上你是上半身朝上倾斜这样歪，这样也是不对，所以就用抬脚，抬脚保证就是重心是对的，因为你重心错，你往上歪的话，你绝对抬不起来。像我这一抬的话，这个棒就抬不起来。要我要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抬得起来了，对啊。好，滑慢慢滑。因为你左脚踩了可能会痛啊，你左脚，我想想看那怎么办？左脚比较不行，左脚比较不行。那你往右滑的时候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滑吗？要能够摸到这里哦，右脚你应该可以，右脚摸膝盖滑，有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转板这件事啊，对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从这里到那里有一个这个坡度嘛，然后转板刹车的这件事，要怎么讲比较对呢？我已经会的状况下，因为你直直往下冲的时候啊，你直直往下冲要这样并拢的冲嘛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要身体朝前有那种鸭血蛇的感觉，然后大概五公尺的话，那个速度就可以刹车了。在那个时候刹车，你的话，你的救的方法会是，你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刹。但是刚刚其实我们往正下方的时候，身体上半身是朝前的嘛，这个时候，因为你两个板子是朝正下。没有压，没有压左脚，也没有压右脚，也没有压钢边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板子是很活动的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你是往前的状况下，你试着转转你的脚，上半身不动，下半身动的状况下，试着只用板子刹车看看。好，我这样子做。就是，你都有做了一个预备动作，你会上半身先这样子，然后再那样，但是尽量不是，尽量是，膝盖大腿以下，膝盖在动的感觉。然后要体验这种转的感觉啊，就像这种很安全的地方体验，就是膝盖吗？其实是膝盖转。其实是大腿转，膝盖转是比较上古的方法，就是好像对膝盖比较不好，所以其实是转大腿。但是因为我们姿势重心不对，或者是全身锁死的状况下，转那个，或者说我说动屁股的话。你有可能会变成扭腰都不行，所以呢，例如说把棒子夹好这样子，
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这样滑下去很安全，对不对？你要体验一下我的板子随意左右转的感觉，不用特地想你要怎么转，就是在滑行的状况下试着转转板这样子。对，在滑行的状况下板子转转看，这样身体朝后了，身体那种转的感觉哈，就是你先压鞋舌，然后想象你上半身不能动的状况下去动脚，身体压鞋舌就是朝前，面对三下，身体可以面对三下，你看我这样子，做不大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先停下来，因为我们已经固定住了那种用扭腰转的方法，所以无法体会出那个转法。所以呢，身体朝前，稍微的，例如说我要往右，那个板子要往右转的时候，你稍微想说我要这样子一下，那个用跟这动这里的肌肉感觉差不多，你稍微有一点点，不是马上哦，不是瞬间，我可以慢慢的做这件动作，然后那个时候脚跟就有一股力道，你可以往这边转的。然后呢，往下冲的时候，然后我想要把板子往右转，那个时候呢，可以把腰有一点点像说脚去右边这样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再转一个方向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子。轻轻的往前滑行的时候，这样子，有上半身的时候，对，左右脚没跟上。然后其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脚越合并越减越好转。脚要合并越好转，就是有点像是这样子。其实你就在我看来，你就是在扭屁股。对，是扭屁股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左右扭。我不是这样子，我不是这样，我以前做的是错的。这样也是扭屁股，没错。但是是这样，上半身、下半身没有互相扭转的那种感觉。对，看起来像，但是有一点差异性。就是你有感觉到一种，没有，你又往后了，你有身体朝后啊，你有朝后缩，头往前顶的状况之下，稍微像老头弯腰这样往前的这种状况之下，做腰左凹右凹这样，好，现在有速度了，这里可以啊。有，然后其实这个动作啊，一开始你觉得很别扭的话，还有一个练法，就是你可以把它跟抬脚一起做。你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扭那你先试着抬其中一只脚，你的重心就会渐渐转移到可以抬这只脚的状况，你那时候你的上半身也会刚好是这样子的。有点像是，嫌太累吗？那不要这样夹，不要这样夹。那两只手往前伸也可以。
不然你这样子也可以啊。这里好痛。嗯，那就这样子啊。要，对啊，其实就这样子练，然后可以练到速度快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其实不用很特意，这样也可以。怎样？一扭的话，一扭的话是不行的，对啊。可以连续这样做吗？不行。好，不能做的话，直直滑，反正也没什么危险性，就这样。也可以抬脚，像这样子，两个感觉都是一样的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停下。对啊，太慢就直直走吧。怎么在这种平地上这样子很习惯重心跟转板的方法的话，
会转板，会转角，会差很多哎、欸。很不喜欢那个动作。嗯。会转角会等于是多一种刹车吧。然后你现在倚靠的是就是身体压的那个刹车吧。之前看过的转角有什么教法？左右跳，左右跳也是个教法。哦，不然用那个比较传统一点的。嗯，传统一点的教法。那个我们在平地上啊，有一种舞步不是这样子吗？左脚右脚，左脚右脚，对不对？然后右脚要抬左脚的时候，这时候其实重心在右边，然后这个时候重心会移到左边，然后右脚才抬得回来。所以其实这个动作就是一种重心左右切换。然后在滑雪上的话，有点像八字嘛，就是我原来是往这边转，踩在右脚，接着劈过来，这只脚踩好，接着这只脚收过来，重心就跑到左边了。左脚右脚，左脚右脚这样。然后这个动作做快一点的话，就会是转板。嗯？什么？听不懂。例如说，我现在在往右转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重心是朝左边。然后我要转到右边，我现在坐着的状况下，我转到右边的话，其实是上半身跟两只脚同时往右边移，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这样。但是呢，刚刚教的那些方法，不大会的话，一个方法是这只脚先转过来，有点扒的状况，然后这只叫身体再移过来。然后再把这脚收回来，最后这个时候雪板就是朝左下，然后接着呢，先八字过来这样子，这样子就是朝右下，对。听不懂啊，听不懂，你下大下去做一次模仿。好啊。那个踩的是两个超短板，
先下去一些些吧。转板，嗯，嗯，那我们做正常的 S 哈，嗯，怎么了？我们做正常的 S 好了。其实会在转板的过程当中是这样子的状况嘛，一个 S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这里的，其实在这个时候，在这条中间的时候，这时候是左右脚重心都踩一样重的状况下，在这个状况下，身体应该是不是该这样子的，而是该这样子的，就是在板两板正中间，那个时候两个板子的 edge 也没有说压右边或压左边，都没有。它是一个很 free 的状况下，也就是说，在两个 S 的中间的这个时候，这时候的板子你是可以乱扭乱扭的，对啊。然后，在这两个 S， 在这个时候可以乱扭，其实这代表什么呢？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突然间刹车，可以停在这个地方，这里会突然刹车，可以的。然后这样子弯下来，要转过来的时候。下一个 S， 这里也是可以突然刹车的地方，就是每一个 S 做完的时候都可以突然刹车，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刹车，你都是先想要刹车，已经先预备了，上半身压过去，不要那样，是在这种准备要下个弯之前呢，你试着把你的板子，我现在已经是准备要左转了。我上后面是上个弯转完的，我现在是这个状态了。对，这两个也都是平的了。这个时候脚应该是最自由的状态，膝盖是微弯的哦，膝盖微弯，然后转转看，这样往上转一点会停下来。那我要怎么做呢？我这里加速往右弯，然后其实。我不停下来的话，应该会接着往左弯。我要朝右的时候，我在朝右的一半，我可以突然间把板子朝山上转，那个时候会停下来。有一点，你那个时候，你看着脚的时候，你的上半身的位置是比较对的，对啊，就是一直要把这样子的情形修回来。其实只要身体不动就可以了，也不用特别想着要刹车什么的。就是我们往下滑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办法维持着上半身这样不动？对啊。来，哎，好了，不要太急，不用太急，那个动作是可以慢慢做的。对，很，你刚刚完全做的是对的。
看我上半身也是没在动，我可以这样子没事这样子扭一扭，扭一扭这样，但是那个扭不是扭屁股，是很自在的，很自在的板子可以动。像这样一小段，我就可以转过来了。对啊，就是，例如说你现在稍微这样滑下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办法很接近的就在停在我这边这样？小小的扭，轻轻的扭你的板子。哎，有，这样是对的，这样是对的。对啊，所以例如说我这样下来，对啊。那换你下来，哎，正确，啊？都不知道对还是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看着你的时候的上半身，你的上半身是朝下面的。运气把手扭，你上半身已经转过来之后，再赶快扭回去这样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一开始做虽然没有很好，但是有啊。你那个时候其实你转的那一瞬间，另外一只脚其实没有力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几乎都可以抬起来。对，然后要转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是一种转板啊。你刚刚在那边讲什么？没有。跳的那个哦，你说跳什么跳舞的这样子？然后你看，那这样子，对啊，不懂吗？如果我有办法，如果有办法踩过来的话，这时候是不是就朝右转了？这时候把脚收过来的话，我重心是不是就到左边了？所以这个时候是朝右转。在学半自动。对，很像啊，但是。然后这个时候朝左转，又没有拨，朝左转，然后这样子，可以啊，其实就跟你练单脚一模一样，你讲的没错啊，是单脚练习啊。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停下来。其实啊，你重心在那个状况，在那个时候的状况下。这样子就会停下来了，就是这样有在滑动，这样就会停下来，对啊，停下来那个时候我在站着是完全停下来的状况。其实就是看你脚要是抬得够的话，你会感觉到一种上半身压在下面那只脚的感觉，跟你之前那种这样子刹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。那这种感觉呢，刹车力道很强。我还没有办法领悟。对啊，就是要，我也是这个练习我也知道很久了，我之前也没有练成，我忘记我在什么时候悟出来的。我好像是做那个。像那个 Jason 讲的，肚子凹进去，突然间就领悟出来。我发现我在平地也可以做这个 pose。那个时候平地做的话，就变成一个 S 这样，就跟你看你老师在学 Sherry 的那个很像。对啊，其实就是压钢鞭的练习。等一下我们滑长一点点，做压鞭的练习这样。你可以这样吗？这样。往前滑，然后只用右钢鞭跟左钢鞭这样。现在往左是压左钢鞭。
哎、欸，很好啊。好，换边，换边，换边。哎、欸，小心啊！所以你左脚做的比较不好。好过去啊。对，好，现在你等我一下，我好。好。好啊，滋滋滑。你跟我一起滑、啊，慢慢的滑、啊，不快不慢的。上半身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上半身朝下，然后。只有转角、哦、所以你不觉得我滑得比你轻松吗？我看你在后面绕得比我大，然后一直用刹车在滑，就是往下滑，一点都没有，对啊，慢慢转啊，慢慢转，不强求，马上就可以转，就是稍稍微微的转就好了，就是不带刹车，就只是想去转它而已，不用想刹车的事情，这样啊。但是你上半身是朝上啊，你在上半身是朝着想慢的这个心情。好，这样子，哎。好像这次不错啊，还有一种方法练转板啊，是在停下来的状况下，完全不靠棒子，完全不靠棒子前进。那我要怎样子前进不要退呢？就是上半身已经先下去了，然后同时
板子就可以转了，有一种松下来的感觉。因为我刚刚我也没做出来，所以先不管这个。你在泡泡的时候你在讲什么？因为你会推两下前进了。停着的时候还要。嗯，慢成这样子。哪有？总之这样子滑。想成只用左脚滑，然后想着只用右脚滑，然后怎么说呢，想着只用左脚滑，然后左脚脚跟往前面推，然后右脚脚跟收进来的感觉。什么东西？现在我直直往下，我会想用右脚滑。用右脚滑的时候其实就是左脚抬起来的意思。用右脚滑的状况下，板子会微微的左转，这个时候脚跟会有一种往外出去的感觉。那这个时候我的重心也是对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左脚空空的，没力，所以我可以把左脚脚跟收起来。收起来的过程当中，就会有一种这样转过来的感觉。这样。左脚可以偷抬起来，偷抬起来没关系。重点是左脚抬起来，那时候右脚你身体是可以控制它转多少的。那个时候，对，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完整的刹车。在做这种刹车的状况之下，上半身是一直是朝右边这只脚的。总之，那种感觉就是你有重量的这只脚啊。随便你转，我要刹的更凶一点，你会这样转；我要刹的松松的，我就会比较这样。那左脚也是哦，只是转它而已。就是完全可以控制要刹到什么程度。例如说，我等一下这样滑下去，我会用右脚，然后我会这样子，又这样，又这样，就是完全可以转来转去那种感觉。但是，总之，这个感觉就是说。这只脚是完全是你可以控制要转到什么程度这样。就是即使在这么慢的状况下，我们还是可以转，而且不是上半身是没有在动的。这样子，然后其实轮流左脚右，哎呦靠，自己踩到自己，轮流左右脚抬也会感觉出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像我这样子，就是在这种速度下可以这样子。
或者是只是这样子做也可以啊。这样子做的话，就只是感觉上有一种小刹车的力道这样。其实跟 Visa 也差不多，Visa 刹车也差不多。或者说我这样轮流的时候，就有这种铲把雪铲出来的感觉，那个铲下去的感觉就是刹车的感觉。而且你看我这样子，等于是轮流的在做转板，往内转的转。跟上季比起来的差别大概是这样，我做得出来。随便你想要怎么画，你用你最快的画法画。最快，直直上画。随便你啊。那我跟在你后面录。你要录那 stop 了。好啊。我要，你知道我拿 stop 了。对啊。那我先设一下。下缆车开始。
它提供的刹车力道会很强，压得够深的话，刹车力很强。希望志贺的温度低一点。这次就只是 non stop， 没有要练什么。这么安心的绿线，就先冲一次最快的，看你冲多快。Go go！
嘴歪了。对啊。往左歪一点，一公分。他叫人家共存了。
情看世界各国报的新闻都不一样。想一下流程，先把雪板雪鞋刷刷刷，不对啊，先把鞋子换了，然后去吃吗？鞋子换了就会进箱子。那不要啊，就先放在架子上晾干啊。鞋子放在架子上。鞋子的。对啊，我现在的问题，我刚刚想到的问题只有鞋子。鞋子就找置物柜放进去啊。哦，好主意哈，雪板站着。鞋子进置物柜，要少个一百块。我这里只有一个一百，你都没找钱哈、哦？这几天。对啊。好，五百块跟门口的换五个一百块，接着把两个雪鞋锁进去之后，走去 food court 吃个苹果派，回来之后那些化掉了。那些就化掉了，接着再把架子上的擦一擦干，然后收起来，这样流程是这样。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好像现在也蛮会接了，好像。好，所以花这一趟就很贵。你们觉得可以吗 ？OK OK， 很好。
着用钢鞭滑滑看，上面绕来绕去。看你的椅子啊，一开始跟的比较紧，然后我在那边绕，你也跟着在那边绕，我就想说你跟着绕你就会太慢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弯一下，然后我就看到你弯的比我还慢的。滑过去，看能冲到。你都会这样滑吗？会滑，会滑，比较滑。等一下下车是左转。第三天感觉没做什么事。就是逛逛啊，很多缆车都坐了。是我的路径没有录到，忘记切了。哦，忘记打开。你的 GoPro 会有你的路径啊。都是那个使用去年的故乡纳税之旅。我是想要吃东西之旅。我亲戚券花完了。那你确定你那个订的旅馆是可以花那券的吗？可以啊，我有查过。应该说只要是旅馆，应该都可以。可以啊，你要确定那家有收啊？有收。有查好、哦？有查好，他有在列表上。哎，为什么我会觉得那个面很好吃啊？什么面？我说 Phoenix 的那个面。记得很好吃，就因为它很像那个、啊，很像长崎那里那个。我忘了。它就是那个面嘛。吃这么一大盘。这个一趟是多久？是不是？快了。我没有在看呢、欸。我有帮忘记看时钟。但我觉得大概坐车就要花大概十分钟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。上一次看是，现在快要20分。千变万化，既然今天晴得早，表示这个高气压移动的速度比气象学家预料的快。我在想，我们一开始把
线好像没这么差。有啊，有一些时间我们去吃东西回来的时间比较久。就是你要选倒放的酒还是正放的酒？倒放的酒。先扫扫干净一点。扫扫扫扫。我觉得差别是在于粉不粉。这个地方它可能给你喷枪，但是它太湿了，就是变成全都喷到别人脸上，都是水啊，啪啪喷到别人，就很讨人厌的。那那个这不够粉吗？哎，那个刘寿都也很粉，但它好像也是只给刷子啊，要 Westing 才有喷枪。对啊，那那边喷枪喷喷喷就粉喷走，没什么问题。这边喷的话，受害者可能很多。一月就这样也算蛮多的，然后二月又。前面那边还很冷吗？额头吗？嗯，还可以，现在被晒得很热。等下吹凉风。我觉得晚餐就是，要是是吃到不是饭团的，应该就可以花掉了。哦，饭团又太便宜了。饭团好像才800多，两个变1600。那还要再买个1600的土产回去。买什么？那个绿绿的那个饼也不好吃啊。上次我是买了一罐辣椒酱还是什么？嗯，忘记了。不过你说你找的东西是在车站里，嗯，哦，那就好。总不能买一罐酒吧？酒一定超过，但是我们用不够。清酒我真的没喜欢。清酒是什么味？料理清酒也是这个味吗？对。嘿咻。还有多少台吗？那好，冲刺回家。冲啊冲！
对啊。对啊。你等等我，我要我帮你弄啊。要啊。慢动作还是正常速？慢动作。那用正常速回去，我们再弄成那个，但是有60 FPS 吗？4K 60啊？开始啊？开始了吗？这不行。啊？你要不要重来？你要不要在一个地方？不要啊。不用啊，回去就可以做成慢动作了。试试看嘛。不要了，我不想再铺一次了。又没有爬，你都已经铺了。啊？前面一点再试一下。不要吧。要啊，那换你铺，我来拍。不要。那我就不要了。你再铺前面一个，我这样子就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什么？嘿嘿。去前面，不要了啦，快点啦，我已经录了一次了啦，这次录很久，好，八十的，一人一出不来了，这时候这一次觉得手湿湿的，脚还有折起来的感觉。什么叫折起来？就是你倒下去脚自动反弹。对啊，这里比较硬，比较好走。看不到，他看不到。高破，没什么。还好吧，您说这边吗？没有，上缆车倒一倒掉。过来，要上这边，全部都是。不要，不要动。